第144回。琴日讲到小鱼儿居然在邀月公主的面前就讲出了移花接玉是一种借力打力的功夫，和武当的四两敌千斤、少林的尖衣十八跌差不多，只不过因为邀月公主他们出手特别快，而且能够在对方的力还未曾发之前，他就抢了先机将人家的力拨回转头，所以人家看得很神奇了。加上他们自己整色整水故弄玄虚，咁就将本来好简单嘅一件事渲染到十分之复杂同埋十分之神秘。咁世人就更加认为呢种功夫好巴闭啦。咁小鱼滔滔不绝一轮嘴讲到呢度。邀月公主真係好惊奇，佢问话你仲知道乜嘢呀？小鱼答佢话啦，哼，我虽然仲唔知道你係用咩手法将人哋经脉中嘅真气拨返转头嘅，但係咁都冇所谓，因为我已经知道你呢种功夫最大嘅关键呢就係先摸清对方嘅真气係从咩地方发出嚟嘅，係咪呀？哼，就係因为一般人嘅力呢大多数都係发自丹田附近嗰几处穴道，所以呢你话咁易就可以将佢哋嘅力度摸清楚啦。但係我呢，我学嘅武功同任何人都唔同嘅。我嘅师傅啊至少有70-80个咁多，甚至连你自己都係其中之一啦。就因为我学嘅武功太杂，所以内功就唔叻，本来就係我最大嘅弱点嚟嘅。哈，不过同你过招就反为帮咗我啦，呢下呢就叫做错有错着，就係因为我内功唔叻，出手又冇章法，所以你一时之间就摸唔清我啲内力发出嚟嘅方向，就根本使唔出移花接玉嘅功夫出嚟。邀月公主冷笑一声，纤纤十指已经向小鱼嘅曲池天泉两个穴道之间点过去，手势犹如彩花拂柳。咁呢两处穴道就属手厥阴经，小鱼而呢阵时攻出嗰两招嘅力度呢啱好就系从呢个位置发出嚟。咁显然邀月公主已经摸清咗小鱼而发力嘅方位啦。谁不知小鱼身形一转，转开了三尺，一啲事都冇。啊，那下百发百中，万无一失的移花接玉用在小鱼的身上竟然一啲作用都冇了。邀月公主这一魂真的吓了惊，她既然看准了小鱼出手是从手厥阴经那里发出来的，就绝对不会错的。呢阵时小鱼儿大笑住话啦，諗唔到呢，话你知啦，你虽然对我嗰两招用咗好大力，不过我呢一啲力都冇出，你想借我啲力嚟打我自己，点不知一啲力都借唔到。点呀，我呢个对付移花接玉嘅办法好唔好啊？好好，难为你想得出个咁嘅笨办法。你出手如果唔用力，就根本冇办法伤得到人。咁你即系话，你点都打唔赢人咯？系系啊，我自己都觉得呢个办法的确好蠢好蠢，但系对付你咁样嘅人呢？啊，越蠢就越好，越有用。何况是你想杀我咋，我根本就不想杀你，只要你伤不到我咯，那我就认为自己赢了啦。你，我不使用移花接玉的功夫，一样是杀到你的。
嗱嗱嗱，我就系想听你究竟有咩本事杀得到我啦！佢说话都未讲完，嘿，已经冒得有一股劲风扑面而嚟，跟住邀月公主个对手似乎化为七八对手咁多。小鱼只系觉得眼前周围都系邀月公主嘅掌影，亦搞唔清边只系虚，边只系实，更加唔知道点样去招架闪避。佢实在谂唔到一个人嘅手部动作点解会咁快嘅。佢虽然亦都勉强咁避开咗几招，但系连佢自己都唔知道邀月公主下招攻出嚟嘅时候仲避唔避得开。邀月公主就系仲争最后致命嘅一招未曾使出嚟啫。突然小鱼大嗌话：诶，等一等，我最后仲有一句说话讲。邀月公主根本就唔理佢，闪电咁快嘅出手，不离小鱼方寸之间。双眼始终亦都冇离开小鱼儿，佢话：哼，此时此刻，你仲想玩咩花样啊？哼，而家你应该知道，无论如何我都走唔甩啦，你绝唔会有人嚟救我噶。我已经冇办法唔死喺你手上啦。到咗呢种时候，你好将个秘密话我知啦噃。等你死咗之后，我一定将呢个秘密话你知噶。你唔通唔可以话我知吗？唔得！呢下回答好坚决，一啲商量嘅余地都冇。小鱼唯有长叹一声话：唉，呢个人啊，仲恶死个强盗啊！连我臨死前最后一个要求都唔肯应承，咁啦，我若果要求第二啲事，你肯唔肯应承先？咁就要睇你要求咩事啦。我要屙尿，得唔得？嘿，喺呢种时候，佢居然提出咁嘅要求，真系令人哭笑不得。邀月公主苍白嘅面，似乎俾佢激到发红啊！小鱼就话。是咁噶，我正话饮酒饮得太过多，而家供得好辛苦啦。你若果唔肯应承嘅，嗱我就地解决噶啦。嘿，唔准，好，好，你去啦。我唔信你而家仲玩得出乜嘢花样。唉，呢笪地方啊，掘笃噶，死路一条嚟嘅。我唔通仲识七十二变，变只乌蝇飞出去咩？咁跟住小鱼儿就返返正话嗰个地下室，只见魏无涯嘅尸体已经开始干，开始熟啦，睇落真係令人作呕。小鱼眨一眨眼话：嗱，你入唔入嚟啊？入嚟啦，你唔怕我跌咗啊？邀月公主亦都唔理佢，是因地下室就得呢道门嘅啫，除非佢好似土行孙咁样死得遁地啦。过咗阵，就听到里面沙沙声响，嘿，邀月公主咁大个人啦，几时听过呢种咁可怕嘅声音啊？块面啊，含一声啊红咗，而得塞住个耳仔。咁好彩，任何人嘅小便都唔会太长，佢忍耐最多不过一阵就得噶啦。吓，谁不知过咗好耐啦。里头都仲系沙沙声，邀月公主越等越唔耐烦，越等越奇怪，忍住就问啦：江小鱼，你点解仲唔出嚟啊？里边只有流水声，就冇人答佢。邀月公主虽然明知小鱼儿冇路走，但系仲系怀疑，叫咗两声之后冇人应啦，佢心谂啊。呢隻死衰仔啊，唔通真係搵咗另外一条路出去，将我哋困死喺呢度？咪啦，几大都冲入去睇过至得。邀月公主一冲入去，挥手拍出一掌，冚声响，用碎石同埋棺材盖隔开咗三道墙，已经震冧咗啦。里面呢，果然唔见到小鱼儿，
只有几个樽，被人用布带啊绑埋一起，从上边嗰个气孔嗰度掉落嚟，掉喺半空中，咁个樽底嗰度凿穿咗个窿仔啊！咁樽里边嗰啲酒咧就嘘嘘声流入棺材嗰度，所以沙沙声咁响。妖月公主大惊之下，咁啊眼角睄到有条人影冲咗出去，哈！原来小鱼一直就匿喺门后边嘅。妖月公主一入去啫，佢就掟咗出去啦。妖月公主上去追啦，哈！嗰道石门已经无声无息咁合翻埋啦，连小鱼嘅大笑声都隔断咗。妖月公主呢一下吓到呆咗啊！佢平生无论遇着咩事，都未试过惊叫出声，更加未试过哀求过人。但系呢一晕，佢忍唔住大声话啦：江小鱼，江小鱼啊，唔该你开门，唔该你开门俾我出去啦！又是过咗阵，小鱼把声啊从上面嗰个气孔嗰度传落嚟啦。佢话：哼，俾你出嚟，哦，俾你出嚟杀我啊，吓！我应承唔杀你就系啦，哼！就算你唔杀我，我都唔会放你出嚟噶啦。是因你唔杀我，我要杀你啊！咪唔记得我哋之间系有仇嘅。妖月公主一惊，哈，唔知讲咩好啦。小鱼又话：我唔系真系想你死得咁惨。只要你答应承我一件事，我即刻就放你出来的了。什么事啊？只要你说出那个秘密，我即刻就放了你。你，嘿，你咪以旨意。哈？那你唔通情愿同魏无涯死埋一起咩？哈？哈，嗱，你话以后若果有人嚟到呢度，发现你哋又死埋一齐，吓唔知会点谂呢？嗬？我谂啲人一定会话，妖月公主睇落虽然就冷若冰霜，高不可攀，其实呢有个秘密嘅情郎噶。嗱，唔系两个人点会一齐喺度幽会？啊，而且啊，啊，好啦好啦好啦，咁你自己諗清諗楚，你几时讲俾我听呢？我几时就放你出嚟，哈哈，横掂我听咗呢个秘密之后又系死梗嘅。妖月公主冇讲说话啦，咁一直喺小鱼身边嘅苏英呢叹咗啖气，佢话：唉，到咗呢种时候咯，你使乜一定要逼佢讲出个秘密啫？佢就算讲咗出嚟啊，对你有咩好处？赚得你伤心，赚得你嬲嘅啫。小鱼就话啦：，哼，咁你又知唔知啊？我同花无缺之间，实有一个人要死喺对方嘅手上噶。唔系佢杀死我，就系、是、我杀死佢啦。但系我呢，就绝对唔相信世上真系有命中注定呢件事噶。我一定要谂办法改变佢，所以我要逼佢讲出呢个秘密。我若果知道呢个秘密呢，就有办法解决噶啦。但系而家我哋嘅命运都已经改变咗啦。而家。佢既杀唔到你，你又杀唔到佢，你都就快死喺呢度啦！哼，边个话我一定会死喺呢度噶？我呢个人福大命大，无论遇着咩危险都可以逢凶化吉噶。我可以同你输到，实有人嚟救我噶。本来花无缺，实会谂办法嚟救你嘅。但系而家佢自己都唔知道遇到咩意外，如果唔系，佢绝对唔会停手噶。冇错啦，
佢最可能遇到嘅人呢，就系你大嘴佢哋，因为佢哋喺度有个约会，呢两日实会嚟噶。咁你以为佢哋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咩？咁又唔一定，我而家都知道，佢哋成日以为我同人哋勾结嚟对付佢哋，所以而家我早啲死。不过咁啊，佢哋又以为有批珠宝咧，俾魏无牙藏喺呢度，如果唔入嚟，佢又唔死心。我算准佢哋，唔使一两日，实入嚟噶。佢哋有咩法子入得到嚟啊？哼，凭佢哋嗰几个人嘅本事啊，哼，呢度就算系铜墙铁壁啊，佢哋有法子入得到嚟啊。小鱼嘅说话都未讲完，啊，出边突然之间又哐哐哐啷哐哐哐啷，猛咁喺度作紧啦。我哋讲下邀月公主，邀月公主激动嘅情绪似乎已经渐渐平静翻，平静翻之后。佢闭目调息，而且渐渐进入咗物我两忘嘅状态，即系乜都唔记得啦。小鱼就话啦：，睇嚟而家我要话佢知，花无缺就快入嚟啦。素英就话：，冇错，我哋先话佢知花无缺就快入嚟啦，然后再话佢知，佢若果唔肯讲出嗰个秘密呢？我哋就将呢度封死佢，我谂佢就算将个秘密睇得硬重要都好，都唔重要得过自己嘅性命噶。谁知苏英嘅说话仲未曾讲完，连胜公主已经企喺佢哋后面啦。佢话：你错啦，佢的确将呢个秘密睇得比性命重要得多。呢把声虽然十分之平和，但系小鱼同埋苏英听到，简直好似晴天霹雳咁。灯光下，连胜公主块面就白到白纸咁。小鱼眼仔一碌，突然之间话啦：，睇你个样子好似好难受咁。其实啊，饮醉酒又唔系咩丢架嘅事。世上是日日至少有几十万人饮醉酒的，你以为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啫？你没有做到啊，你饮醉酒之后就睡着了，不过好像是发开口梦咁啫嘛。冇错，我的确是发了个梦，而且是一个好奇怪的梦。苏英呢阵时好赞赏咁望住小鱼，似乎戥佢骄傲。咁当然啦，每一个少女都希望自己嘅情人慷慨热情同埋仁慈噶嘛。小鱼为咗求生，咁虽然做过一啲不择手段嘅事，但系佢有一颗对人类充满热爱嘅仁慈嘅心。过咗一阵，连胜公主又是慢慢话啦。而家佢已经唔能够杀你啦，你放咗佢啦。佢讲呢句说话嘅口气，哈，真系好奇怪，唔单止一啲都冇勉强人哋，而且好似系个局外人喺度劝解咁。小鱼望咗佢两眼，咩说话都冇讲，就拉住苏英去到机关嗰度揿开嗰道门，连胜公主竟然都冇跟嚟。但系小鱼点都谂唔到，邀月公主竟然留喺石室里边冇出嚟，而且里边挨住石壁啊坐低添。小鱼望真下，哎呀，觉得奇怪啦！邀月公主块面唔系红又唔系白，竟然系透明嘅，灯光照耀下，佢面部每一条筋络、每一嚿骨头都似乎睇得清清楚楚。呢一块冇得弹咁靓嘅面，变到啊讲唔出咁诡秘可怕。咦，究竟系咩原因呢？